像用品的话，你也可以。然后你这样子的话，你就是用手指轻轻按，然后就可以稍微的往前动，可以试试看，试试看。等一下，你就把它放到最后面，然后你手点一下，手点一下，它就会动。对，再压一下，再压一下，它就会动。老师的作品啊，将都集中在这边哈。啊，他有一件作品非常可爱，